观音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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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音菩萨。众佛子弟子跪下受合掌。庚子之春，年正初一，跪在佛前，即在慈航，共同来祈愿春旺一切顺意了，合掌。上达诸佛菩萨神子众，上达诸佛菩萨神子众，众等诚心集合讲堂处，众等诚心集合讲堂处，庚子之春子时到，庚子之春子时到，起香供奉诸佛天。取向供奉诸佛天，祈愿，祈愿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，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，无灾无难，无灾无难，人口平安，人口平安，祈愿，祈愿弟子众等，弟子众等，一切顺心顺意。一切顺心顺意，身心安康，身心安康，一切十方行运通，一切十方行运通，庚子之春万事清，庚子之春万事清，阖家和贺平安度，阖家和贺平安度，祈愿，祈愿修学路上精进起，修学路上精进起，智慧成长福报增，智慧成长福报增，一切诸佛菩萨在上，一切诸佛菩萨在上，散发光明于世间，散发光明于世间，祈愿，祈愿众生皆得离苦得乐，众生皆得离苦得乐，一切以众生为主，一切以众生为主，发起菩提之心，发起菩提之心，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大家一起跪下。白大师在今日庚子之年子时来各位做祈请合掌，奉上甜茶五果素菜甜糕点，今日诚意祈请诸佛天，是来庚子之年一切有求即有应，让师父以你们先把你们的福运赐予给你们，次世就如意了，红包利市引门庭，大吉大利事事通，五谷丰收门庭喜，接了福品入门中，大家用心的祈请，让白大师以诸佛天佛菩萨赐的福音，各个事的就是那么的如意，做生意的生意兴隆，打工的事运贵人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奉上甜茶五果六斋三甜品，
有请诸佛菩萨降慈航，是的，是是，有求必有应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春花布满慈航间，红童在此生欢喜，个个喜悦迎春福，有求自得有应了。好，那这个如意红包，我们再向诸佛菩萨做个祈愿，愿这个如意红包带给各位事事皆如意。合掌再祈请诸佛菩萨神子众等都到慈航间，迎迎福贵种种的祝福，四季平安，一切顺意，财源广进，吉祥如意。阿弥陀佛，你们的八仙也到来了，种种诸佛菩萨都到来。好，有求诸佛菩萨一起来白衣大师借个好好的福音，示意大家如意如意红包，有求即有应，有求事皆达成，有求运皆运通。如意红包入口中，求的财，求的运，求的工作，求的书言，求的一切都顺利。你们求如意红包，只要跪下禀上自己的名字，求一个万事如意事事通，那你就是有求必有应了。诸佛菩萨的加持力，白衣大师领着你等一起来祈愿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是来弟子福品中，白大士的门徒甚多，修学门徒真的要好好的修，还没修的更要快快修，因为你的修行代表了你的莲池的莲花能够菩提皆上净，世间法门一切通，只有世间一切顺，在修处次之间自然就有求即有成，那有修即成就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们的福气好大，能拥有自己的道场，拥有自己的道门，那是你们的福音了。好，大家合掌跟白衣大师师父一起念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所事之福都得意，所事之福都庚子之春即讲堂，庚子之春即讲堂，诚意祈愿诸佛天，诚意祈愿诸佛天，有求事来种种运，有求事来种种运，运通十方运一切，运通十方运一切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待会你们可以一个人请一个如意红包，就可以得到事事顺利，万事通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给你的大师兄，好，大家向里面。
对呀、啊，师父怎么过呢？阿弥陀佛，大家跪下。那这个庚子年福康宁安灯，大家合掌。这个宁安灯是一年一春之中点燃光明在家中的，所以这里呢，每一年师父都为你们做这个福宁福康宁安灯，大家合掌。庚子之春，庚子之春，弟子迎请福康宁安灯，迎请福康宁安灯，得以福迎庚子迎庭福，得以福迎庚子，福迎庚子迎庭福，迎庭福康业行通，康业行通十方处，十方处凝度喜化，凝度喜化得善速，得善速安稳春顺万行步，安稳春顺万行步。好，这个四个字福康宁安灯，把大家在这个庚子之年迎春福运到你的家中去，家中充满着福贵，充满着一切顺，康业行通十方处，大家都带着非常健康和喜悦的心情，十方可以走，处处都平安，凝度喜化得善数，心灵喜悦宁静，事事都显现的开心，然后你的德行你的善德都能够树立起来，阖家就幸福了。接下来安稳春顺万行步，一年里面一切安稳顺心顺意，一切都通顺，万行步就是通顺了。所以摆设的方式以五谷甜品大吉为主，燃灯之时可以在十五之内这么样的摆设，好好的把这个福运请回家中去，然后呢一定要把这四句念在你们的口中。阖家在家中，一家人和和气气，煮上一些甜品大家共享用，其实不过五十就可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大家都懂得怎么做了啊？清楚了吗？清楚，这里有写得很清楚吧，都对吧？好，大家合掌哈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你们祈请的福康宁安灯要明早才请了。好，大家就像药师如来，像日光夜光菩萨舍药叉，即所有的诸佛菩萨到来慈航，做一个药师福宁法会。在这个法会之中，琉璃药师如来坐镇慈航间，大家合掌一起念，祈请药师如来，祈请药师如来，日光菩萨，日光菩萨，夜光菩萨，月光菩萨，十二药叉神将，十二药叉神将，四义众等，四义众等，
庚子之春，庚子之春，安康福宁，安康福宁，祈愿，祈愿，琉璃药师如来，琉璃药师如来，赐予弟子众等，赐予弟子众等，万通达顺，万通达顺，有求必应，有求必应，身心安康，身心安康，三毒调伏，三毒调伏，行来正心慈悲运，行来正心慈悲运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药师如来作证，祈愿你们呢一切点燃药师之灯，点燃你们的琉璃药师之灯，照耀琉璃透明彻底，自信生，万法皆由自信成，有求即得有运来，万通一切顺安明了。所以这个法会呢，是你们的福德资粮之法会，有参与法会者要好好的诵诵经，多多的来回向，因为琉璃光如来既是医你的病，病有种种，人世间的病包括家庭健康财运，包括你自己的事业书言婚姻，都是病。所以呢，药师如来专医世间病，世间无病无痛，那一切就顺利。你们不要以为病只是身体的病，家庭吵闹也是病，夫妻不和也是病，财源不尽也是病。所以药师如来掌管的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大家好好的把这个福宁法会成就的功德圆满了。阿弥陀佛。好，那财爷作证了，财爷啊，财童乃财童女，作证慈航间已经好久了，只有增没有减，但是一句话，多舍就多得了。阿弥陀佛，合掌跟白大师师父念了，财爷财童男财童女，财爷财童男财童女，弟子弟子诚心祈愿，诚心祈愿，财爷财童男财童女，财爷财童男财童女，赐予弟子弟子财源广进，财源广进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，贵人扶助，贵人扶助，十方行运，十方行运，处处稳固，处处稳固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再祈愿，再祈愿，弟子若有横财，弟子若有横财，也祈求，也祈求，财爷财童男财童女，财爷财童男财童女，赐予弟子，赐予弟子，弟子能多施多得，弟子能多施多得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所以慈航财爷财童男财童女，财运多多，运财滚滚，看你们的福气了。但是记得师父白大师所说，多得就多舍，多舍你就得了。那无论能够求的，能够把正财做得好，那是最最好的，恨财就看福气了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还有什么要求的吗？应该没了。财爷福宁会和你们的福康宁安灯就可以了。好，
来，我们向外去，不紧张。不紧张。大家坐下来。可以坐了，可以坐了。坐下来，慢慢听师父讲啊。坐下来了。脸可以向着白大师师父啦。大家宁静的坐着。那你不做声，那听得更清楚。阿弥陀佛，白大师祝福各位吉祥如意。阿弥陀佛，大吉大利。阿弥陀佛，顺心顺意。阿弥陀佛，生意兴隆。财源广进。菩提精进。早日成佛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讲到成佛最大声。成佛要有条件，成佛要有因缘，没有一个好因缘学佛哪能成佛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你们能够记在此行间，春春白大师现身与你们祈愿，让你们求个好福运回家中，是你们的福气。而这种日子不是年年有的，会长青啊，不可能。但是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了。好，白大师师父帮你们分析整年的一个要注意的事项啊。那国运不说，先说整个国际的运啊。现在整个国际的印在庚子之春，亦记得从这刻到下之前一定要注意，国际进入一个非常恐慌担忧的时期，就是你们所谓的，师父已经说过了对吗？告诉你们，开始整个世间就有病业之声，天灾之声了。所以这三个月之中，只要你们多念佛，多祈愿，一切都顺利了。白大师的弟子，慈航的弟子们，你们放心了，只要用心去祈求药师如来，去好好的点个灯，好好的祈个愿，那该多好。讲个国际，因为这个病业天灾影响整个国际的操作，所以春运国际运不能够说很好，但是放心，维持之中，进入夏季到秋季这个日子之中，一切就祥和了，整个国际的稳固性就显明了，所以担忧的日子不是很多，念佛的日子也不会很多，但是要多多念了。因为你知道了，整个国际的一个变迁就影响了整个经济，影响了整个人性和人心。但是你们慈航人知道一切都是要由自信而起，那你没有作业哪来有业力呢？多种福田就可以。到了我们说的，到了秋运，整体来说是非常的祥和安宁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了。那冬运呢？今年庚子之年，冬运这一只金属呢，跳跃的非常的快的。到了冬运的时候，你们真的要切记啦，把财守好，不要贪心。整个国际也会有两场很不如意的国灾呀，但是不是在马来西亚你的本土啊？有两个国家，一个在南方，一个在东北方，两个国家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斗争战乱。但是这是很远的地方，会影响整个经济的起伏，
所以你们不要有国际生意的，有国际投资的要特别小心啊。如果做本土生意的，那你就安安稳稳的做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阿弥陀佛，国际的整体来说，就是这一刻时候和冬天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就可以了。那讲讲国运，你们的国运来说，整个国家你们用眼色去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整个情况是很不开心。但是我告诉你们啊，国家是你们的，国运的起伏暂时性是肯定的，但是平稳性的时候你们确实要感恩啊。所以多多的祝福整个马来西亚的国运，就是本土运了。上半年在经济上呢，不能冲得太快了，会觉得这个上半年的经济是平稳的，起伏不大的，意思说你找钱都是安分守己了，经济平稳，不用担心。那下半年的经济在马来西亚的话呢，整个经济就显明的很好了，所以你们有投资的可以掌握一下下半年的运啊。你说师父，你说下半年冬天有影响国际和我们的国家，如果守得好，国运还算不错，所以下半年整体的运可以放心了。所以多祝福我们的国家，这个整个经济来说呢，它不属于太差了，但是很多人就是喜欢说经济不好。那经济怎么不好呢？自己的经济不好，别人的经济不好，慈航的经济不好吗？不是，经济好和不好是你知足不知足。在马来西亚有谁没得吃吗？没有，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。所以整个我们的国家国土经济是不用太害怕了。至于说行业，今年做土做金是非常好的，土建筑种植都非常不错。如果说做金的，就是服务业劳作业，那就很好了，不错了。那至于水呀、金木土，我们刚才说土和金，然后就水和木这两行就要小心了。水和木，水就是你们杀生业吧，养鱼业，饮料的也不用急了，好，可以做饮料，但是杀生的就不要了。水木金土还有一个火，对吗？所以五行之中火就要小心了。今年做火的真的不要急了。什么是做火的吗？开餐馆的不要急了，今年的波动性会比较强，可能大家节俭吧，可能大家要吃的健康吧，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小心。那你说师父啊，我该改行吗？改什么行？就好好的安住去守过去就好，那有做的一个服务业就用心去做就可以了。所以五行来说大家就特别要注意了。整个马来西亚的国运不差，至于你们的健康，大家要懂得好好的照顾了。尤其这个时候上数天，就是你可以发现到整个云空的变化很大，整个土地的变化也很大，所以上下的变化不能融入，就形成了世间的病很多。所以大家注意多饮水，多吃一点土羹的包水的加藻类的多喝。土羹的有什么呢？莲藕、马蹄，还有呢？还有土羹的，总是土羹的，然后拿去加藻类，
黑枣、红枣、蜜枣都可以，一个星期喝上一两次，一直煲来喝。万一你觉得上半这个上半呼吸的问题，你可以用其他甘草来排毒，可以用梨来排毒，都很好的。但是病例在马来西亚不明显，在马来西亚的也没有这么多了。弟子啊，佛子们注意，这个年啊，庚子之年，最明显显现在世间的就是业报啊。所以你们说你们的业好吗？好，不担心，业报很明显，每一个角落能够发生一个因缘的病业，因缘的天灾，那肯定是一个业报。所以今年多拜忏，多消灾，多种福田，多好好的去积善福，业报就会不明显了。你们知道什么叫业报吗？好像最近世间的恐慌病，其实这是一个瘟疫病，这个瘟疫病就是业果病，一个业果病。所以你们要小心，没有业的不用怕，有业的快快拜忏明嘛。所以呢，真的希望各位弟子啊，好好的珍惜啊，好好的珍惜你这个庚子之春，多多拜愿拜忏了，明白吗？阿弥陀佛。哦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吗？国际之运，马来西亚的运，你们就定下心，好好的拜佛念经回向，国运不能说差啦。你们以为整个国运的波动那是很正常，因为波动下来就稳定啊。看不到的东西你们不懂，但是真正的是好的迹象啊，明吗？阿弥陀佛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最重要的是好好安住那颗你们修学的心啊，因为修行最重要啊，万般要放下，好好的念念阿弥陀佛，好好的念念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真言。你们念白大师的六字真言，我跟你说，相应真的非常道交啊！阿弥陀佛。好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吗？夏到春，春到夏之前，夏到秋就不错。错了，经济国际不错，马来西亚就是上半年自己小心，那个波动呢就不要守着，下半年就好。当然你说会影响国际影响多少不明显，但是都会在恐慌之中啊。凡事只要用心安住自信，不要让自己的心处在一个动荡的时候，你们事事会顺利的。弟子佛子啊，一切唯心造啊，你的心要什么想什么就可以得什么。你的心时时处在不安宁，处在不满不满埋怨，处在负面，看这不顺看那不顺，你就先不顺啊。为什么说呢？你自己心里不顺才会变成不顺，对吗？所以你的心灵要保持正能量，祝福大众，充满着赞叹，充满着随喜，充满着爱，充满着慈悲，充满着自在安宁啊，这就是心的修，一切就顺利了。你所招感的任何一件事情是你招感而来的，这些
你们都要好好的修。接近你是你的福气，不接近你不是福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招感好的运啊。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家和万事就兴啊，上进下好，对你家里的老菩萨啊，孝字要懂得好好的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写出来，而是用心写这个孝字。你孝字写得好，写得正，写得稳，你事事顺利。你事事不顺利，问问自己，你的孝道做得好不好？如果事事不顺利的，肯定孝道做不好。孝道做得好，没有不顺的，你们说是吗？你们孝顺吗？有没有尊长、尊长、尊上、爱小？那家和就万事就兴了。家不和，万事就不兴。请财爷也好，财爷气到一半，看到你的样子，财爷就怕了。所以你要请财爷，也要常常微笑啊。尤其孝道，家和万事兴，家和就贵了，明白吗？阿弥陀佛，感恩你们道场真的亮丽，真的好庄严呐、啊！弟子们的付出是值得的，因为你们营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极乐世界，来到欢喜嘛，所以好好的去享有它。不用拥有它，享有它就是你们的福气了。阿弥陀佛，慈航今在到现在就已经多少春了？30春了。你们的大师兄，你们的领导人已经陪伴你们30年了，还有一个30年嘛，慢慢的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来一个洒净，让你们洒净清净健康，事事顺利，然后才好好来求个福啊。你们有谁冲了凉才回来这里的？有冲花凉吗？哇，太棒了，再来洒净过后才来求个福。然后弟子的福品加上这个福要好好的请回去啊。那你请回去之后怎么的处理呢？就放在家中，食物过后能吃的吃，能收的收，不要用掉，收起来，明吗？好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没有问题就用心祈请，净水洒进遍十方了。然后让你们观想一下，如果你要清净就让自己清净，要除病痛想一想，洒水洒进之后病痛即消除了。都有交代了吧？阿弥陀佛。大家就把这个庚子之年的祥和、祥瑞、祥象，一切吉祥都带在心间，随着庚子之年一切吉祥，让庚子之年的光明十方照耀着你等，让你们事事富贵，事事兴旺，家中自身充满着喜悦安住自在了，是祥耀盈啊。师父解释了为什么要你们每一年给你们做上如是的一个祝福仪，就是把这个祝福仪送给你们了。
阿弥陀佛。好，大家跪下，一起来感恩啦。那师父也不能久留了，此时已经过了一季中，就要等着游天去了。合掌，弟子，弟子说自己的名字，庚子之春，庚子之春，所求所应，所求所应，一切顺心如意，一切顺心如意，感恩诸佛菩萨降临，感恩诸佛菩萨降临，感恩神子九龙之将士，感恩神子九龙之将士，护持慈航间，护持慈航间，事事有求必有应，事事有求必有应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你们就来一个三跪，来谢谢诸佛菩萨了。来跪下，再起来，再跪，再起，三跪，再起，祝福你等了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的，站起来，师父就向你们请了。